王晓明，欢迎。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湾岸赛车的这样的一个赛况，好吗？来，果然风招比较多。好了，这场机会，所以第一组啊，那么现在呢，进入到了是我们第一局的七十分跑道中有两个。 漂亮，现在达到一个决胜，两盏灯对两盏灯，这是赛事局的淘汰，那赛事小组你。现在是进入到了我们的第四局的一个比赛，反正就是名次不太重要，玩玩的开心就好，结交五湖四海的朋友。 我们通过这个比赛来培养大量的消费者或者玩家，那同时我们作为研开发厂商、研开发单位，也了解到消费的这个需求，开发出一些适合做竞技的、适合做电机比赛的产品，那服务好更多的这个消费者。那这个一来呢，可以带动到很多产业链向下游，包括软件开发、硬件制造。 还有那个百货公司的那个消费等等，起到了一个非常积极的作用。